什么？为什么说是好签呢？就是好签呢。京东打 RNG 吊打 T1 打 RNG，说实话 RNG 就有点难，没办法。这个 EDG 打 DRS 也是 EDG 喜欢的。你让 EDG 喜欢那几个 LCK 队伍里面，你们看 T1、GenG、DRX，T1、GenG、DRX、DK，对，那四个队伍里面。如果是 EDG 可以自己选的话，他们肯定会选 DK。没办法，会选 DK，但是 DK 已经去 GenG 那边了，哎，可惜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那 DK 是送的呀，哥们，DK 是真的最可惜的来送的。那去了 GenG，GenG 我都说了站台会回来，OK，他们是有实力，只是对版本的理解啊，我状态不是特别好。哦，秒进！我操，七号剑姬，啊，这高昨段位的对面，不我是这昨操！天就狙击我们的那个啊，这也是车队。哎，我都选了狗头呢，我操，这不就是昨天那个车队吗，兄弟们？我是不能看，但可以给你们加我油。嘎了，哎呀，我可听以他的。挖掘机没闪了，打一个，可以，好标好标，救他救他，救他了救他了。交闪了，辅助没闪，哎，3秒，家里要有血吗？中路被单杀了，中路没点，中路没，不，我在刷那个那我我，吃了，你哇，吃是不是？你吃，哎呀，我这再个来打我再什来么我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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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我再来能打能我打能又要打来能打吗？真能打真能打，太我笨了，我的靠，手，2分钟没吃兵了，等他嘲讽完我再上吧。我在绕，我在绕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靠，出门就是打。这个没位移的，没位移的，他没来移来来，的，我 W 没没打回事，来，来来来，啊，你有没有 E？有没有 E？4秒去杀打了，3秒，好，2秒，要给我死了，死！一波水太伤了，我的，什么情况，小老虎？他怎么又闪啊？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我，完了，没事，他们会被换的。哎，为什么是挖掘机在扛他？快来！哎，阿拉阿拉，不要，好不要，我操，sweep 的，哈哈，跟机靠了，辅助，我也靠了，小心啊，AD 也靠了，都靠了，阿拉，我走了，你走一边，OK，拜拜，能救吗？我马剑姬有大吗？剑姬没大，没有，来，我横魔，我有大了，怎么说？开干，他太急跑了，来，抬。nice，我们让马哥尽力了。我只能说 top gap，对面上路妈也从上路跑到这里来了。我打小龙去了，我不管上路。OK，那我们中野二打二怎么样了？2打2吗？打不过吧？随便打吧，我有虚弱，打不过吧？打野在。哎呀，拉拉拉拉！我在看，我来了，坚持一越了个，吧，越了吧。往我这里走。对。等一下，我拉一下。就打就。太好，先等吧。2秒，过来打我吧，兄弟。我撤了，太吓人了。就这样吧。哎，挖掘机要来了，挖掘机要来了。这机有大吗？别！我在看。哈哈，他两刀把我咔嚓了。对面真的没闪没点燃，还行吧。电机没大。他加里奥也过来了，我有踢，要不要踢？要不要踢？我踢了，把他杀了吧，这个人。我可以点这个下去。他踢走了吗？没有，他没踢，没踢。他没踢的。硬币给我摸一下，硬币。猪头，你给我摸一下摸吧，吗？你摸吧。哎。要不你吃这个吧，好的。哎呦，这个英雄，手按的累死了，我操。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们两个下路一波吗？可以一波，来吧。猪头，我在后面看我们表演吗？我又 W 打了，妈呀，五仙 W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英雄，现在就是五仙 W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，啊，来吧，我再卡了，我给大了，我也大一下。我来，好彪 AD 没闪，干了！我操，现在狗头真的是五仙 W 啊！这个兄弟们，
好，来说，好僵硬啊！我操，我的豹女全靠咬。来说，你豹女还可以啊，11杠2，你打野确实玩的还可以啊了。哎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这个英雄。你打野，说实话，你豹女玩的比声音好很多，真的。他豹女在我再练，应该也练不出来这么直，还行。